好了，没有，而且你们那一条很适合，因为那这条好开心哦，回光返照是，就在这边外面这条就。好，然后圆满结束就好。前面的话就是用我们的那个文字。就表示有三个经络了呢。我刚听什么？弯掉了。谢谢。不哈，不哈。我也觉得自己。真的不知道。
那个地藏院。小峰在用吗？我拿海报可能是乖乖的。哦，所以平常人不可以给他。下次礼拜三哦。小娜娜。哇。你说这也是冲啥？对，吃的爱吃的都比较。怎样？所以你说。你还热情对我啊？真的热情对我。你还有回过神？OK， 听见了吗？这是我们最热烈的欢迎。我感受到了努力啊啊！不必啊，梅今天好像是要成果发表，要跟报告。哎，股东不是，好不好？我们刚刚开始这样打消啦啦啦啦。我有参与第一次。哎呦，好像我在云端参与你。这就是不能继续。然后这边我只是先给一些想说分类的关键，大家可能会。不是，而且大家都坐着在做写资料哎。哦，我们要来补录那个岛上收日的品牌介绍。你们后面会热吗？不会。哦，那我关小一点。好，那我们来补录。我们决定要你想许愿都可以跟那些石头分享，然后也你当场也可以带矿石，就买矿石。我还有一个梅林哦，很好，很想咳嗽哦，抓到一个共鸣。然后会唱歌，对，因为我一开始认识他是在台北诗歌节，他帮Tracy。对，伴唱，就是他们有一个对 Tracy 的诗歌编的歌，然后就他当天会提供给大家的服务呢？哎，没截图到。他处理的品牌呢，就是有一个叫米城甜点室，甜点工作米城，等一下，咖米城甜点工作室。你不要这样，他很难剪。然后呢，这个非常有他自己的风格。超过30秒了。啊啊，真的很值得介绍啊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到现工作室，真的很漂亮，我没夸张。然后呢，在艺术家品牌叫做总面 A S O C A， 小爱的那个 S O X 没有了。就直接念就好了。没有，那首卡哟 ，S 卡。好，反正就是呢，有一个普里的品牌。对，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品牌的名称是 A S O C A。对，然后呢，它的创作者就是小爱，小爱贩售一些，那叫什么杂？那杯盘啊。器皿有贩售一些器皿，然后呢，他于洋有很多重身份，他也是一个插画家，也是一个多样化的艺术家，他有在做创作，然后他也同时把他的创作放在精细，然后看起来也是很有设计感，很有设计感。对，所以当天的话呢，他们会带来一些皮件，请我们另外三位的主办人来。车上一起介绍，因为上次我们真的介绍了李浪吧，我们就来邀请亚飞。我现在介绍那个边缘男子的客主，然后他也会拿一些可能去海边啊或去哪里土地捡到的东西，在做
放在它的编制里面做，是环保的一个概念。对对对。好，接下来一些不同的调性，然后它有什么样的疗愈的。对，是梅子。我之前今早就是他们家的。露露几项？猫生活。像我们有时候艾草，有时候会。洗手膏，然后香水柠檬，然后那个香椿，然后后面。它这个其实对那个发炎也很好。以前是摘紫苏。
你还不订阅吗？